后。的。那个你那个小的螺丝倒了，我还没扭好。哦哦。已经开始了吗？开始了。你别动。什么？虽然说不介意拍，你叫什么？我。对，黄奕阳。黄奕阳。啊。那那个是谁？哪个？你要喝什么？雪碧、可乐。雪碧。什么方面也有。你要负责收拾还是负责打汤打面？我去，你说。嗯。那个，你那你负责安排人。OK， 然后小料区，那个你还是站小料区，他们这边打完之后直接进那个小料区。你怎么看？我还派一个人过来打。好，你找人。第五个星期就你吧，就近原则，来，成为小料仙人吧。待会儿他们面过来呢。志愿者可以喝的。按照早上的顺序打过，对，都加点。然后这个。因为他们来干活的嘛。所以可以喝。大方向还有吗？冰箱里的。有吧。大方向还有吗？是冰箱里的。冰箱里有是吧？走，我们拿出来。四川冰箱哪？反正我们打的那个1936直播呢。然后这里需要有个人给冰箱里。哎，不要盯着我。冰箱里。感觉怪怪的。我们拍干活。在那个照在下面这边。然后你再找一个人配合你们打两组的。好，你有事吗？这是在切什么？切几个大葱。这里打完了，这哥们打完了之后，你把它打好的。对，店铺1-5开张，可以过来吃面。飞出去，然后收拾好了。那干活挺快的，手脚麻利，应该是没问题。然后就是说，麻利。对。大厨。你不要。上上周就剪了头发了。我们尽量什么大厨飒爽的英姿。大厨的刀工非常好。然后你再负责收，乱切的。然后负责跟上次一样，你可以提前备一些那个厨房的收。对，这个嘛，你把那个一组料打好之后，直接往里灌，这样子效率会比较高。之前是这么打的吧？对对。一组料，你先备个几组料，然后到时候你可以直接往里面倒，这样比较快。然后你空隙一旦闲下来，你就重新再打料。对。我帮你拿包纸。在干什么？焯水啊。哦。对，杨大厨在这边焯水。啊，新店长厨艺很好啊，我不是店长。
穿，会穿。人吃，但是会穿。我今天人应该是陆续进来的，我还是一碗一碗出还是怎么样？嗯，就对一个纸，一个纸在这里，你随时保持这个。主要是让我辣油嘛，滴到这里好粘，所以你就把它随时。对，杨大厨已经剪了两周了，他的头。一刻钟就十五分钟。纸巾在这里好。现在在马上，我们今天12:30开始，现在在做准备工作。主要就是你这里要持续的，那面会送过来。你每次洗澡开始的，嗯，他妈的后门，后门我看你搞得正好的，都是刚刚好的，废话嘛。对啊，所以说他已经是这，那你认识到这个必来性吗？哦，你还有一个工作，也是你的，你要去把面端过来打掉，这是你的。然后那个哥们他负责他就会必然会打掉，把这个打好，你打好，你打好就放出去，然后搬出去，然后他再把它收回来，是吧？你们两个人可以管住这一片。他必然的会这样做的，这才是必然的。不想拍，眼睛我不想拍，可以拍。他们都刚刚那个拍那个打小料也对，拍打小料电竞还是算了，太魔怔了。电竞就不要拍了，这个叫做魔怔人大电竞。今天牛肉面，平时店里人多吗？来，平时店里人还不够多，还可以更多。你们如果感兴趣，可以来店里吃。你这里怎么还有这个？这是什么？碰都不能碰的。张成浩的百宝箱。有些什么东西啊？啥都有，全是贵重物品。拍一下工具箱。这到底多少钱？算了，还是不要了。你在说啥呀？收集的，这个都电子。你准备把它倒卖了？啊。少说也要几十万吧，这里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这些是什么？维许，你要维许，维许主，你要维许。我看不懂啊。下周六会不会包饺子？下周六会不会包饺子？你先告诉我。他那边还有包饺子，包完。你想学吗？你想学包饺子吗？你想学吗？你想学包饺子吗？你想学包饺子吗？在问谁啊？啊？这是现煮的牛肉，牛腩，不对，是牛腩。张小北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消息。张小北，妈，我来拿吧。好。美女小姐姐给你们直播，哎，女小姐姐给你们直播，哎，你有福了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煮汤的。汤底是用这么大的牛骨头炖的，炖了24小时。你要做什么？打汤。对，这个骨头超级大，超级大的牛骨头。炖的时间很长，所以汤底非常入味。啊，热茶。
我们没有加什么三花淡奶，都是花时间炖的。但是有一家大厨的秘制料包，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。大厨，你需要张德培在里面吗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等会儿。现在需要的没有科技，都是货真价实的肉还有骨头。哦，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有跟视频。对，大厨剪头发了，现在就是有点像云南营销。对对对，要一点点。好好好好，
放回去。放回这里去。大厨，你看大伙都说你的灶比较脏啊，你怎么看？刚弄完东西啊，在那里一直在清理。好好弄弄干净啊，大厨。今天来个空啊，我啊，你怎么看？很冷啊。基本上都在开火，很空的。说灶台脏，他就在那清理了。你肯定要干完活以后清理啊！你这活没干完，你怎么清理？给面子的吗？立马就清了灶台。我平时这样讲，他都根本就不鸟我的。我清了，没空，我哪里有空？一直在做东西。我靠！现在很干净，对不对？现在也不算干净了。没有啊，很干净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晚上下班的时候就弄得很干净。我们今天估计至少也要出60分，所以说现在。脏脏点也是难免的。来，这里，到我。对。这个就是那个超级大的骨头熬的汤。好。太多了。不是啦，这个是这个大骨头熬的汤。
那个仓库里帮我拿一罐胡椒粉，在那底下，在底下。现在外面已经陆陆续续有人来了，今天有人来的特别早，12点不到就来了。你要是想点外卖，可以稍微晚一点点。现在可能有点忙不过来。怎么？你瞧大厨不起？大厨何许人也？他哪有忙不过来的时候？你说是吧？你怎么看？那个碗超级大。大厨忙不过来，他连回话都没空。放大锅。煮面是吧？马上快了快了，我跟他说五分钟。快了快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分工一下。但是我们只有一个锅呀，怎么分啊？只有一个灶，小厨房没办法分。你就太阳外面。你在捡大料是吗？对，捡大料。现在志愿者在把肉里的大料挑掉，这样等会吃的时候就不用吃到大料了。主要是厨房太小了，没有空间。今天吃牛肉面。
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来不及做别的。这个肉超级大块的。汤里面是料包，不知道肉为什么不是，可能我也不清楚。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在美团上面上线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点外卖的。来把面端进来，马上出来了。差不多应该没了。嗯。这个细圆吗？嗯。我们有很多菜啊，我们有薄荷，还有香菜，还有葱。拿过去给他们看一下。看什么？哦。我们下面对下面的。来，你们看。还有雪菜。这个每一碗都是有八种配料，有雪菜。六种，六种，目前是六种。六种吗？因为还有那个腊八蒜还没好，然后还有一个也没弄呢。还有一个是那个什么，现在是六种，就是有辣椒，然后大蒜泥、雪菜、香菜，还有薄荷。还有这个薄荷是点睛之笔，知道吗？对，薄荷特别好吃。很多人都不说，你要做牛肉面的话，加薄荷是不是内行？跟你说。对。对，我们炖煮的时候是用的料包。那来尝啊，每天都开着开店的，你不要星期六来就好了。吃点酱有好处，可以了。这样吧，嗯。现在店里已经来了，差不多十个人左右了。好，来我看一下。嗯。他问晚上可以去吗？晚上可以去。晚上可以来，可以来吃面的。晚上来可以参与汴京。大厨为什么剪头了？大厨问你为什么剪头了？啊？他们问你为什么剪头了？那么做厨子了，我大厨不行的。你在厨房干活就得短发，不然会掉头发，掉头发容易掉到菜里，就这么简单。一切都是为了干活。没有拍你们，没事。这哪个？这抖音呢？哎，这是哔哩哔哩，你们有关联吗？啊，我有哔哩哔哩啊，我还大会员呢。是吗？我大会员。是。你还是个大会员？哎，你有哔哩哔哩吗？没有。下载一个。是叫什么？啥？叫做哔哩哔哩。我说是啥？我来搜。主义。奥特赌呗。主义公益，公益是吗？对，主义公益。看到去。
很高粉丝。被安装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还没进。B 站没 ，B 站你知道吗？关注了吗？那必须的。现在点开看我们，就是我们直播。我觉得。安装中，还要等一会儿。哦，可修复。有点慢。对，他们会以为是抖音直播。说实话，他这个直播，这哔哩哔哩基本上都游戏。游戏主播。对。好嘞。大约多久能开始？快了，现在在下面了，等水开了就下了。好的，主要是如果再晚一会儿，我就得走了，吃不上了。没事，你也可以晚点再来吃，我们都有的。如果没有面了，有饺子。哦，谢谢。对呀、啊，刚才刚来的。你有单是吗？嗯。那你要不先去吧。没事，等吧。等不了就不吃了。哎，哦，是主力攻击。对。哎。不是，有远。咱讲话了，我都没吃上饭，就是这个、啊。今天吃饭免费啊？对啊，一线劳动者吃饭免费，当然你也可以来店里消费。哎，有延迟。现在店里有十个人左右。小布可以来吃啊，付钱就可以啊。下面了，这个细面特别好吃。刚才加的应该就是油吧。打面了，没有科技啦，我们是花时间用超级大的骨头熬的。面的分量你们自己感受一下。这个一下子打太满，他不一定吃得下的。这个面一般人都吃不完的，这个量一份是28元。但是你们拿给他过来弄一点那个对，28元。
主要是过来的都是骑手，他们需要量大一点，这样子有力气干活。量是非常的多。现在店里人很多。你们师傅刚刚先吃啊，这个刚刚去炒了一个，刚来了。你来做志愿者就可以免费。杨店长，杨店长不在，开学了。快递员应该是有的，但我们主要还是骑手。四区。现在有15个人左右了。我接近20个人。
在这里。现在有几个人了？哇靠！你还有旋转云台？对啊。有点东西。什么味儿的？好问题，就是牛肉味的。干活的有八个左右吧，上午，八个左右。怎么还在移动呢？对啊，云台。上午有八个人左右干活的。你付钱就可以吃啊，都可以来吃的。我们这里有很多常客。张姐，我也不清楚哎。看看来，待会儿给你扔过去。现在还在不断优化的过程当中。那么骑手来了，你们看。饿了么有好几个是常客的。二楼又重新装修了一下。
老板，你付钱就可以来吃啊，不会被踢出来的，你只要付钱就可以了。海龙一时半会还是没法上线。位置有点紧张，但是还是够的。饿了么有啊，你们看那边有饿了么的，这些有一些骑手他没有穿工作服，但平时军营有在盈利吗？我不清楚哎。你像我也喜欢那种衣服，十二单不要多，现在脚疼，搞不了，八个就够了。那么在右上角，你们看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二十多单。今天有多少人？我问一下，现在多少人了？对，位置是比较紧张，但是，他们一般会在门口等一会儿。就他们情愿多等一会儿，然后等前面的人吃完了再进来，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的。我们会在门口放一些凳子，让他们在门口等位。差不多三十个人。三十个人啊，现在我们店里差不多可以坐下27个人左右，所以现在可能有三个等在外面。我觉得吧，有可能是啤酒喝多了。感谢吧，就不行了。有饺子呀。上一周加上上一周有80，出了80份餐吧，80份左右。对呀。
应该是我换一下第二个。但你要注意的肯定会上午给你排排一个，或者对，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没有，还是刚开始，事情比较多，等这个流程熟练了之后，之后还是会做盒饭的。美团的小朋友比较多。是呀。今天放这儿的大蒜没了。大蒜在那啊，腊八蒜，你跟他们说。但是他们会在门口等的时候互相聊天。他们有需要你们在往北方发，然后我们就已经非常少。今天开摊比较早，所以可能不会很拥挤吧。因为他们一般是中午吃饭是一点半，我们十二点半就开始了。有很年轻的，也有年纪很大的。今天早上有一个饿了么骑手，看上去就是60岁左右的那种年纪。饿了么在右上角都是啊。
下午有可能会去玩一会儿游戏，估计。再用压面机，然后再用那叫什么？总而言之是用机器做的。现在没工夫让你看到，隔着屏幕都感觉到精灵的愉悦。你愉悦什么？福瑞炫呗。今天是牛肉面。你们看得到他们在吃面。哎，这个，不用管它。好的。盒饭等过段时间没这么忙了会开始做的。咱们后半部来，来快点，王仔，咱们走。对，让他们。
饺子是白菜猪肉馅。最近没有做饺子哎。还是有好几个的，我们这边美团的骑手比较多，他们可能在看直播吧。工人啊，这不都是服务业工人吗？整个店里都是啊。哎，拿着那边逛逛。啊，刘星月，你拿着去那边逛逛。啊。啊，你拿着直播去到处逛逛。
什么意思啊？去那边逛逛。逛逛。现在有几个人啦？这个就不要记了，今天没有 iPad 了，记不了。大概有个30多万，跟40万，32万，才出了32万，加面加的股份。32万，对，现在有32碗了，这是32碗，嗯，这是牛肉面的料，什么？里面有薄荷、大蒜、辣椒、雪菜，还有葱和香菜。还有腊八蒜，腊八蒜。再加上腊八蒜，再加上蒜，蒜。腊八蒜没了，又没了，没了。没了不要紧，没了。厨房是封闭的啦，只是这边是备餐的。你就这个的话，这个能不能？这个再放。这个月大没有啊？不打点没事。这个到了再放。谁打掉的？再多打一个。有人这么整吗？我操！主要是我现在现在门口等的人不多，就三位。对，排队今天算是人少的了。上周门外排了有10几20位，还是上上周。端不接单儿，行政经理就是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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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等水开是吗？对。哎，不能抽烟。你把这个钱，你要，都你啊，来吧，开始。
他们不是吃完的了，他们是还在等。主要是面买的，你的面要是这里不用给他卖的，面就那样，其实挺快的，一锅五袋，煮五斤这样也很快了。对，我们已经很快了。一锅有多少五斤是吗？一锅五六斤啊。六斤面。人多，主要人次多。是我们都集中在一起。我们之前有过将近100人次呢。大厨说那样子方便干活，因为厨师嘛要防止头发掉在菜里，所以就把头发剃了。这个是要给上吗？每个桌子放一碟，就就这碟。我是中国人，我留南胜。这家跟大电视的。刚才谁叫我离开那个位置的？之前跟大电视。你离开那个位置是要干嘛？加电脑。啊。跟大电视吗？饭里有头发才有家的味道，但是我们很非常卫生。你看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戴着发套。干净又卫生，确实非常干净。大家都戴着发套，干活的时候也会戴手套。有苏打水啊，你来吃面可以消费苏打水。哦，面好了。你看，脏了立刻就在拖地。你要看一下等，我们给你搬到更好的位置。大厨的女朋友不是啊。
我们一般都会叫他们晚点来，但是他们宁愿在门口等。你看，是不是看上去非常好吃？我们没有牛肉粉，我们是牛肉面。听说免费吃啊？对对对。你先找找个地方坐就行，一会儿就给你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过一下再说。他应该没有加群。是啊，薄荷叶，这个是薄荷叶。啊？哎，你好，我身份证吗？日常可以过来吃面。电玩开了呀，可以来吃面，然后在楼上玩电玩。从门口往里吧。拿一个不要辣椒的。拿一个不要辣椒的。不要辣椒的。嗯，我这么点还没。这个放辣椒没？啊？我点都放辣椒。什么放辣椒？对，你先把这个。是没有碗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一份了。放不下那个。不要了。玩电玩的人多不多？现在还不多。来吃面的话，可以在二楼玩电玩。超大块的牛肉。腊八块的有没有？没有，放一碟，放一碟，就三碟了。就放你桌上。那现在就是直接拿一根碗。不用谢。
有点多了是吧？这个哪个没放没有放辣椒？这个你一会儿先把这个弄好了。这个没放辣椒，没放辣椒。好，我们出餐已经很快了。哎呦，我们都是流水线工作的，有人打面，有人分配料，有人端面。这几分？啥路面汤？来吃面的话，玩电玩就不需要钱。嗯，这是外卖吗？不，这没碗了，没碗了。有蔬菜啊，我们有好多菜。蒜没有了，大蒜没有这个，大蒜没有了，蒜泥，蒜泥没有了，你们看这么大块的牛肉，有一些是炖烂了，切的时候都是很大块的，看这个肉量，有没有心动的感觉？你有薄荷吗？薄荷，你这薄荷每个超市小孩子有。都放一样的。刘永华，放多少？放一点点，放一点点。蒜不够了吗？啊？现在没有，看见没有？袋子里也没了。袋子里都打光了呀。谁去市场里买一袋不就好了吗？看他派个人出去。勺子没用吗？骑电车。我没忘了是吧？可以加面啊，面是可以续的，刚才有好多人续了。今天是公益活动，不收费，一线劳动者可以免费吃。算如何分辨？你没有什么动作啊？没有什么。你少用放，这个放没有，这个扔了。黄的，黄的一块，黄的一块，黄的。然后那个做好没了，不够，不放这个。汤怎么有点？我们会用哔哩哔哩，哔哩一个视频软件。那平常会用抖音之类的直播呀？对，在直播。网没了，这个量就。在直播，我们会有这次面的活动。平常会用抖音吗？也不用了，用的是牛腩。先不提这个。看这个牛肉，这个白色的部分，你看出来吗？这是牛腩。今天好像还混了一些牛排的部位进去，就是雪花的部位。
酸菜别。对啊，肉很多，肉很多，面也很多，还有人加面的。想吃可以来店里吃。今天准备的不错，还没做。嗯，今天准备做没有？还准备做完？薄荷没有。薄荷没有。不要问是哪有薄荷。我用了花店。下面这边有菜啊，给拿一百配方要问大厨了。大哥在柜子里，我看到别的啊，放柜子里了。这个面条还是加了鸡蛋的哦，外面的面馆不一定会加鸡蛋的。我这是105、106、105是两个蛋，106是一个蛋，对吧？105，还有三杯可乐呢，是吧？对啊。蛋白质拉满，没错。我也送了两袋呀。会有跟我们聊天的。你给我送两袋，我送两袋。他们互相之间也会聊。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量。主播是店里的志愿者。我这边打电话，还有个人说那袋没拿，现在在那边加着呢。营业啊，你们可以来吃，来店里吃牛肉面，还可以去二楼打电玩。OK。外卖可以买啊，可以在饿了么上面点，应该是28元一份。过几天会上线美团，到时候就都可以点了。平时卖28元。现在也上没了。加薄荷很好吃，可以来店里尝尝。老拍面没有啊，一开始拍了很多大家劳动的样子，现在因为到饭点了，所以拍拍面。阿彻回去要上学了，上谁也没有啊，慢慢买，没事慢慢买。你是塔丁是吧？还是？我进去。
你是那边文正那边的是吧？你说你是拿到了一个袋子是吧？56了已经。不是有个加的袋子，现在已经56分了。你是那边这个袋子加到了？里面放了一共是3杯可乐和2杯袋子。其实是76分，78分了。现在已经今天已经出了78份面了。你只拿了一个袋子吗？哦，还不止哎。其实是80几份面了，83份面今天已经出了。对，加新加。对，有83份面，现在到目前为止。你确定亏的空了吗？因为那个袋子一个是靠边的。加面的很多，他们给的量多，主要是。是。你要是正常给的话，还加面加更多份，会很麻烦。贵的呢？你要稍等。限量。不限量吧，可以加面的。上限是多少份？我们最多应该是120几份。这里面那个，这里面那个。就是说里面就加了一个，还有3杯可乐，没有别的了，是吧？这面能不能打？等一下，我这我去那边看一下。没有别的了，没有了。还有没有？包饺子会包的啦，最近没有时间。志愿者没有吃，有一部分吃了。吃了的，目前的配料硬性。看这个面，这个肉。对他们很多劳动者在店里都会聊天。免费加的，很多人都加了很多面。这个肉量已经拉满了。准备早上也要准备一上午，那个牛骨汤要炖24个小时才可以。这肉量怎么不真实呢？谁说肉用量不真实的啊？这里的肉是真实的。这肉量是真实的吗？是啊，是真实的。来喝喝。汤底是用牛大骨炖了24个小时。还加了大厨的秘制配方料包。对，汤底是牛骨汤，然后还有一些秘制调料。
可以呀、啊。现在店里平时都是营业的，可以过来吃。如果吃面的话，还可以在二楼打电玩。上线也是里面啊。刚才不是说有人在打吗？价格是28元一份。想看二楼啊？二楼现在还看不了。对，二楼今天应该可以看，可以营业。是吗？对，但是是公益直播。对，我们是公益直播，所以不会拍二楼。二楼已经营业了，可以过来玩。没把外卖的给你来了，没了，没外卖了，下午告诉你了，不做了。二楼，你们来吃面就可以看了，还可以玩电动。在吴中区，苏州的吴中区粤西这里，盖斯特餐厅，盖斯特面店。禁止吸烟啊！我们不能在店里吸烟的。是否禁止吸烟？这些倒着吗？哎，买蒜回来了。蒜回来了。可以在店外吸。蒜买了吗，张超？买了，打呀。距离70份还差2份呢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还以为是美国。你怎么也看美国？张子浩也会说美国。哎，美国？美国派人过来吃。嗯，可以在店外抽烟啊！你看门口，门外空气好。好、哦，这是70份。哦，那我们今天出了有，97份面到目前为止，其实还不止，算上自己人的话，还有100份有了。今天已经出到100份面了。这个还没有算上外卖的单数，100份面只是我们免费出的，还有自己人吃的。100份面的成本我不太清楚。哎，美团现在还没有上线，可以在饿了么搜盖斯特就能找到。对啊，你再找个绿啊，我这美团以后会上的，现在还只有饿了么上面有，可以在饿了么点外卖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下周就会上了。算有了，暂时还没有。别弄了，别弄了，现在人没，人真的吗？能吃吗？没吃。可以吗？能吃吗？71分了，不用打，你别打，已经打成习惯了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怎么了？
打多了，没事，打多了可以自己吃。我们谁饿的可以先吃了。对，我们志愿者还有很多没有吃的。到饿吗？感觉不到饿。绿色的叶子是薄荷，你们可以来尝尝，很好吃。下面的是香菜，还有葱花。你们谁饿的可以先吃了。你这香菜汤这里，王子，你饿吧，先吃。上回也没吃。对，我们的面是加薄荷的，你们可以来试一下味道。都是今天早上现捡的薄荷。如何鉴别劳动者？凭经验。来一碗。这边有。现在已经够了，不用。那么自己吃吗？自己吃。你们先吃。花钱可以吃啊，我们欢迎你来吃。哇，今天有500多个，今天最多有多少个人啊？今天啊，怎么看啊？不，你之前看到过最多有多少个人？这边就500个左右吧。500个，比我播要多哎。美女主播还是有用的。比平时要多。再见，以后就换人来播了。82分，我们今天出100多分，太真实了。加上应该有100多了。对啊，您80分，还有。你们好好反思一下，到底是来看什么的？是不用买，放过你自己拿。那我也吃什么？我吃什么？你先吃。加面就加了15分。哇，加面你也记了，快得了哦。我觉得这里需要一个专员来记这些，对，还可以一边出餐一边记，你怎么看？什么意思啊？挂一个那个东西，再出一份，然后画一下，撕一下，或者那个日历是吧？你直接发单号给他们，我知道呀，拿凭单取去，按顺序嘛。那我们就买100个号码牌，对，早该这样。然后，但也没那么简单嘛，应该也没有那么简单。凭单发呀，报号呀，多少报一下。我帮你喊一嗓子吧，比如12号，然后在手印，我们给他送，然后号一拿，
还要不给呢？那就不是我能料想到的东西。啊，站长好。哎，你他妈为什么不备料？为什么备料？怎么卖没了？要我出手了？什么料不够了？人就变少了啊，是吧？少了十几个，没有吧？没有少，太真实了，没有少。我操，这碗是谁的？啊，这是谁的？啊、这是模板面吗？不，每一碗都是这样的。那谁谁想吃谁吃？无业游民，你吃不好判断哎，应该是哎，我不清楚哎，我判断不了。没有酸菜、啊、无业游民花钱可以吃。这是牛肉，这是牛腩。来给你们看这个料，我加点香菜，香菜还有绿色的有香菜、薄荷和葱和、嗯、对，和葱。配料加满。28元一碗。我也插一下。对，你吃吧。这是29、28的，花钱是可以来吃的。骑手餐是15元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洗碗小哥。Thank you.
拍洗碗。是，或者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不知道啊，最近只要跟他们唠，就会人越来越多了。美女是这样子的。要不你来？我不用了，我不用了，我去干活。后厨在洗碗。哎，这怎么又这样？为什么把它拔掉？拔了？你一直要把它拔掉，什么意思？你刚刚在这儿。吃吧，吃吧。为什么一直要把它拔掉？谁拔的？跟灯有仇吗？吃吗？我不饿是吧？对，厨房又升级了，现在新增了三个水槽。洗碗是吗？洗碗，等下午的人来。他们都是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，其实没有美女。碗洗好了就放在就搁这里，然后那边。洗干净一点哦，那个底也洗一下。这么有水，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洗洁精可以更造，没关系。现在水槽有五个。洗碗也好看吗？洗碗直播。好累啊。开拓直播新路径。要不你来吧。为什么？你已经玩腻了是吗？不是。我觉得你跟他们聊天起来比较有意思。真的假的？我才不信呢。还是看，那我又能吃点。除了面之外，我还是能吃下面。这已经吃过了。来看看帅小伙子吃面吧。我操，这磨皮磨的，我靠！拉满了。什么叫唇红齿白？不得了哦。我也想坐在这。那你坐。拿着椅子不就好了？你没吃吗，张张？我中午吃了呀。你吃的啥？面呀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不吃？那时候我应该在天一家园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出去吃了吗？没有。对啊，而且吃不了啊。而且回来问你吃不吃，我说我出去帮你买一点，你说不要。对啊。哦，你说你不要，你要出去吃。过来了，我就要接待嘛。出去你想去哪里吃？去盖斯特吗？还是去哪里？你想去哪里吃？去盖斯特好不好？哇，盖斯特牛肉面，真好吃。要摇头。要先一个前摇。好啊。相当上劲。吃着吃着突然站起来，大吼一声啊！妈妈的味道。不行，你这个抽象度拉。开启是吧？他们要看劳动者。对，我们现在不在劳动。早上劳动过了呀，现在在休息吃面。什么一早？啊、哦。哎，现在人数真的变少了。哎，张成浩，我问你啊，这个是之前是多少啊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我不太看这些。要吃面是吗？你跟他们说一下。我只是想对比一下数据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后台一会儿再看数据了。好的。对。不愧是美女主播，感觉好像数据比之前就是好看一些。生活热榜第四十名，排名也比之前好。真的假的？可惜你不上镜。为什么一直重复美女主播？因为你们看不到。太坏了。
没有舰长。啊，舰长啊，我看看。舰长没有哎，今天。不，你这个是一个自我伤害。我先设置告情了，我先设置告情了。还有是吧？那就行。洗手间现在在去。这个牛肉的肥肉还挺好吃的。你怎么看？那腻了也得吃，那不然怎么办？我还好，我还没吃腻。我在我们没经验之前就已经有了。成为职业之后就不行了。我就不喜欢吃我自己做的。这点梗不行了，彻底烂掉了。这彻底直接慵懒。彻底烂掉了。你这样烂都爆烂了。不够烂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原粗原已经用完了。对呀。但实际上我们粗原好像还有一袋，还有一袋啊。那比原来预计的消耗的要更多，所以几口吃面相当于1.5份，原本的那个面，基本上都要到300多克。差不多。你要是整那个250克都要加很多面，其实我餐一份就要超过300克。面给炫完了，你们住房那边从地下来的？这是都在地下，地下那个面存货还有多少？我们那个汽车储备。现在就是细的，还有那个。我们那汽车储备。你进去看一眼，都在厨房里面。啊？你们加好一点吗？扁面不搞吗？没有扁面。是你吗？你说什么二楼断网的？是1000块钱。Hello， 现在是你吗？现在说话的这个人，不是你，就这么点了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只剩几斤了？今天可是搞了70多斤呢。谁呀、啊？这个，不是我不会，不可能取英文名的。这不是你是吗？我呀。老杨和平说事儿，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有个叫老杨和平说事儿的逼他们，哎，怎么这？肯定不是我。强盗吗？哦，我就觉得是他。杨成浩。其实我觉得是他刚刚。揭秘了，是杨成浩。哎，他最近怎么不来啊？最近他去另外一个组，潇洒了，因为这里离他那太远。另一个组近一些吗？哎，为什么开始拍张超培这个直播间人数就掉的这么多？不可能，换个人拍，换个人拍，是时候拍你了，张超，是时候拍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期待看你的人很多的。哎，你磨了皮之后不得了哟、哦。嗯，感觉还蛮帅的。找个美女配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？是不是王祖蓝？王祖蓝很帅啊！我操！你制作这么多人，你不去看看？对，你都拍拍。屌人。这是夸人的吗？不要拍，我们吃饭，我操。我拒绝，快点！我吃不了饭了，你妈的，拿走！没有拍到你，没有拍到你，拍你吃不了饭了。你在画外了，切掉了。你看人家张尚美多淡定，你要对自己的颜值有自信。不是的，我在做事的时候，主要是张尚美皮肤太好了，再一磨跟假的一样。围观我受不了，那之前出去。
在那边写生的时候，一堆人围着我就不想画。有的人性格相反，是人越多画的越嗨。完全理解。不过你现在在吃面，不是在写生。差不多。我在上个老哥家里一套房子租的，就是不愿意去住。他们还想着自己装修的好好的、美美的，一个一个来都弄花了，弄坏了。这不会吗？这是刚好的，没租啊。那还有没有装修好？这边有一个什么，我们之前问了，也在那个什么，那边有一个装修好、新装好的那个联动牌别墅，一个月10000，到现在都没租出去，真的呀？真的呀？哎，张，有没有那种毛坯的？都是老皮，现在毛坯，现在我们看的就是毛坯，那什么都没有呗，就是墙。厕所当然要有啊，我靠。那瓷砖什么的，瓷砖没贴，那就租这种呗。对，就这种呀。后面那是瓷砖呀。又轮到装修了，又到了装修环节了。你想砌墙吗？我不想，谢谢你。我看你很喜欢砌墙。哦，你说星星家园砌的那个墙是吗？对。我已经学会砌墙了。你要不砌一栋房子出来？我靠！哎，你可以吗？什么？他可以的。砌一栋房子吗？对啊。我不行啊！砌一栋房子那个要混凝土浇筑那个结构的，我不会绑那个钢筋啊什么的，浇那些东西。他要打模子。工地实习一下。你要加一句你怎么看？然后那个什么成立结构啊什么的，那个要算的。你怎么看？我不想看了，我瞎了。我们这里的梗除了来自未名子的就是来自大厨的，我烦死了。这是不缺钱。哎，你那边你之前住那边就是太疯狂隔是吧？嗯，就隔的他妈的很离谱那种。哎，外卖唠嗑是真的能炫。反正我在那个上海看他们那些，75斤面还剩几斤？70斤面已经炫掉了。一栋那个一层，可以隔个十几个。出川，那下次我们订面的时候就多订一些，就是营养星期六。而且你觉得这面粉怎么样？我觉得是可以的，你怎么看？你问杨，杨二福，杨二福这面条怎么样？这是苏二九啊，它是高筋的吗？是。杨二福怎么样？听起来跟战斗机一样。怎么样？你们没数吗？苏霍伊面粉厂出品。不是要你。嘿 ，Hello， 我们来了。好了。来晚了。没事，来洗碗吧。今天晚巨多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边是在新的洗碗的问题。我觉得还可以。你觉得呢？说也是够糙的。这边把食物立起来之后直接进去比较方便，然后这边是放那个碗的，只不过放的堆不下，然后这边是零碎的其他东西，你们弄一点那个热水，就是这边接一点热水，或者这边再烧点热水之后稍微泡一泡，把那个牛油冲掉之后在这里面洗，完了之后这里保持干净，这里只过清水，这个池保持干净，随时可以用无限。那我们两个可以流水线一下。没错，你有一个人顾这两边，有一个顾这两边就可以。可以的，你们自己安排吧。行好。
把那个围裙给弄上，不要那么脏。来、啊、我看。你看也没有人啊，这直播间。对啊，你干什么？没有。哎，婉婷怎么不在啊？婉婷呢？你这样怎么笑了？看看怎么说。嗯。你戴着口罩，你怕什么呀？因为那个女孩子不愿意露脸，不愿意露脸。我刚刚想拍一下她，然后她就一直，然后我一转身她就转，我一转身她就那个，我又没化妆，她戴个鬼口罩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我不想那个，我不想得罪人家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已经是在复盘工作了，我又欺负女体了，什么女？这怎么能叫欺负呢？这怎么？他一天到晚。我偷摸着拍，偷摸着拍，我觉得更猥琐，不如明着拍。你们知道吧？还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就年纪大点，老女人，30来岁了。你好。什么菲勒斯函数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们这些鬼。对，是高知女性啊，高知女性，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。这些直播间这帮逼给我讲什么，那个这些术语啊，我听不明白。外面子以前教的我没看呀，你以为我看不进去的？我靠！你以为他讲的那些东西我能听得进去吗？我是听不进去的呀。我去看房。刘思墨，我就看了他讲中国哲学的那些内容，其他的我都没看。因为我听不懂。啊，好吧，那你们去吧。我干嘛的？我泡妞的。这个因为我干厨房，我就把那个头剪短发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剪短发那个不至于掉头发嘛，长头发容易掉头发，然后掉到菜里就容易出问题。我没有吸烟，我点蚊香。今天比较多，今天做了80，平时都60万嘛，今天做了80万，然后星星家园送了30万，差不多110万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人吃的130万，今天。电子蚊香我不，我只点传统蚊香。我只点传统蚊香啊，电子蚊香我不点了。
电子蚊香是在我看来是那个鄙视链底端。我是很传统的呀。还有面吗？你看，陆陆续续还是有人来。刚才直播的是个美女啊，是个小美女，说是小美女，其实她比我大5岁。我有个屁，刘思墨兜里就2000块钱，她能给我发工资吗？我要发开工资的话，一个月没得没个7-8千，在苏州一个月没7-8千谁干呀？我女朋友没在，我女朋友去那个，没有，我来这边干好几个月了。我们这个一样星期四从装修到今天我一直干，干到现在也3个多月了，我1毛钱没拿，还贴了不少，1毛钱没拿，这买东西还贴了不少。哦，云顶我不打了，云顶之夜我不打了，其实我还挺想打的，但是算了算了算了。你看又有人来了，什么只有2000块，是1块钱都没有，还要倒贴。让张超陪主，张超陪不在。那让盛航航主，我靠，我休息会儿。我靠，像我这种青年才俊，还会缺女朋友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搞得好像张正武不给我介绍，我自己就找不到一样。我这样的青年才俊是不缺女朋友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不仅仅是有手艺啊，人也长得帅啊，而且同时还会打游戏，还会。懂不懂？懂不懂什么叫？明白吧？而且我的理论功底也很强，也很强，你们知道吧？国学超新星，西哲第一人，你们知道吧？没有2000块呀，刘思墨没给我开2000块，他什么时候给我开2000块了？刘思墨没给我开2000块，我来了3个月了，我1毛钱都没见到。他整个人兜里就剩2000块了，我说他怎么给我开工资？你要干嘛？你要下播了吗？拍拍他们那个洗碗啊。那你去拍啊。你看他们洗碗。看看劳动，不要老听大厨逼逼赖赖了。谢谢。
看看劳动，监督一下洗得干不干净。洗这个碗倒是不用戴手套，因为那个手套很吃油。对，他那个手套一吃油了之后还要洗那个手套，然后那个碗还很容易摔，就很麻烦。但是用那个清洁剂什么的，那种油污清洁剂是一定要戴手套的，那个强碱的。这个还好，而且关键是我们有几个人会轮流洗。
来来来，手套。不用手套。不用吗？戴着东西。好好。往池里的塞子呢？塞子在这儿。对不对？不是那个。也可以。那个漏洞的呀，你看。我看。别用它过来，你从那里它有的呀。我问一下。找一下那个。别叫我。那个塞子呢？往池里的。往池里的塞子不是在这儿吗？有洞。怎么会有个洞呢？啊，那个塞子，塞子只有一个可以用啊。那去哪了呢？一个，一个不是塞在这底下了吗？塞在某一个下面了呀。没有啊，你们丢了。塞子要放到这个上面来了吗？怎么又不见了呢？不见了也上面。屁鱼，那是我唯一的塞子。啊，这怎么不见？我操！你这个酸菜袋儿都要丢里。这里面不可以放那个塑料跟那个。哎？消失了。这个有洞的也是可以用的，因为它只是漏的比较慢而已。拿个对，拿个那个什么，拿热水冲一冲，它一下子会漏下去。
些。我菜籽找到了是吧？慢慢洗又不着急，太费你也要来，太费水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费不费水呢？这清洗快了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筷子全部拿出来一次洗。我这些都洗过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先把筷子全部拿出来，洗个全。先泡了，我要让水凉了，你水一定要有点热的那种状态，也不要烫，就差不多。好，可以关了吧？应该水还能摸吗？差不多就行。水有点烫，但不热。一定要热水，不然洗不掉的，全是牛油。那我第一遍的先放在这里。这里就不过清水了。不是，我意思就是你把那个擦，就把油面擦掉，它就冲了。对，你就不要在这里冲了，还是在这里冲吧。或者你就放在这儿，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冲就行。哎，那边的你都冲过了吗？那你就那我把这边腾出来吧，放这里冲。其实不太好动。你把碗，前面洗过的碗能放到这个上面，盘子上面。你手干净吗？大头。啊？碗的话放在这里，盘子上。
这个水没有往下漏吧？分辨就看一眼，那点气质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，不是沧桑不沧桑，是它不可能那么精致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不可能那么秀气，对吧？你去看街上那些小姑女孩啊，这一眼就不是干活的人，你知道吧？
不知道，他只放那个，跟着问他们，问外面的。这洗好的吧？对，这都放好的。对对对。
断了节筷子，不是断了节筷子，还是霸气。下面，在下面。大头，大妈知道是哪？在里面。
再来，谁来？谁来了也接不了，接待不了。我们这儿在这里接待。什么？拿下来。对对对。外面靠上，这边可以看到。先别管了，先别管了。人啊什么的可以放水，我把那个盘子也洗。就这个东西，生活人家都避免，因为我过来的时候就避碗了之类的，很多洗洁精都滴上去了。这个地了，然后拿走就可以，因为后面没有多少筷子和碗。因为在这这个能直接放到那个啊，在地上，上面有洗洁精，就是这样。你要有空的话，你看你把筷子给它分分类，就它里面盒子不一样，然后你给它那边有个消毒柜，它里面有的盒子装木筷，有的盒子装铁筷子，你给它分一下类。都是，还有那个。
这边有一个，这里有个大的，这个你可以把这个是一张铁筷子，那么这边铁筷子，这边还有一点铁筷子，然后放进去。质量还不错，感觉。洗完了，直接从这一包拿，这一包都是洗过的。洗碗的阿姨，他们工资可能一个月就3200块钱，因为就比较具体，因为他后来跳槽，也不能叫跳槽吧，他后来去了就我们家，就是隔壁的，也很近，大概1公里之内的另一个饭店，因为那边给他开工资开3300，然后他已经在那个店前已经干了有快10年了，那阿姨，然后也是我河南老乡的。水热了，赶紧把它洗。其实碗放进来，它就很快就凉了，因为碗太凉了。
接扔那个给他就好。太高了有点，有点危险。一摔全摔。拉不起过了是吧？嗯，对，这个黄色的就起过了。你要弄湿一点的话，你现在再加点水。这边两部还没洗过的呢，还是没洗过的。对，左边两部。你可以交下班，然后我来这边再把这个，就是，对对对。因为这边干净不多了。浪费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那个饭店的老板有时候经常给我们开会，开会的时候就特别爱说，如果没人的时候要把灯全关掉。
直播还在继续，居然还有人看，好了，结束了，下播。